我花了八年的时间，来证明当初你对我的判断是错误的。我却万万没想到，你却花了八年的时间，变成了一个心胸狭隘、目光短浅的人。哎，老肖，云溪，别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。 还活在那个小世界里，我早就不是当年的我了。喜欢你也一样。哎，老肖，你等一下。为发布会的事情跟您道歉，为我的自作多情跟您道歉。 这一次羽翼的 IPO 招标，我们华生一定会拿出真正的实力，全力以赴。也希望肖总可以看到，八年过去了，变强的不只是你一个人。行了，也不知道劝一下，让他喝。 你不回家住啊？我把工作调走，这两年常住北京，回去也是一个人。酒店公寓挺好的。胖胖，走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咋不赶紧下班啊？今晚可以给我个故事书吗？当然可以。走吧，不请人家上来坐坐。谁啊？ 明知故问，这么绝情吗？你对他到底还有没有感觉啊？我该有什么感觉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鼓励小马大胆的去追求林总监了。上次林夕来公司等你的时候，小马对人家一见钟情，本来碍于你和他的关系，我还有所保留。现在看来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 乐见其成。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
我是说孩子那件事儿。